代替，这方面的消息，因为不搬公这代替公司化一出来，代替三大工会是宣布公告，而且连续假期依法因无要加班，刷来这五日这中秋节一个国庆嘛，无要加班。交通部长吴国才将是下背后代替员工，强调讲起码是代替上关键的时阵，啊，代替公司的公司化是一定爱行的一条路。今仔我呢，搁一个强调，也就这工会对得出俺的意见，继续来参详。代替产业工会去立法院头前抗议，代替公司化条例草案特别审查。不办交通部部员与体会草案中心协商，代替三大工会十九举行临时联合理事会。不止五一连假依法无要加班，搁过期。五一节、中秋节、加国庆节全部无要配合加班。我们的部长一意孤行，一定硬是要推，完全没有要跟我们工会协商，完全也没有要听我们基层员工的意见。代替三江表示，交通部甲工会好好沟通，进行文件审查，共同通过这条例。因为伫代替公司化说明会，只看到宣示，无予基层员工发声，甚至对安全改革也完全无看到。不过交通部长王国才十九暗时发予代替员工的一封批，强调这时阵徛伫代替上关键历史时间点，伊未放弃任何机会继续沟通讨论。那五月一号或是后续的，他们不加班哈，我觉得这是伤害到长期支持台铁的使用者哈。啊，我真的是请工会三思而行。工会发起罢工，王国才温馨发声，爱工会三思而行，代替公司化条例草案，立法院之一特别审查。王国才强调，要将工会意见放入草案内底，也希望工会应随时和意见继续沟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